们今天的部分呢，就是来到我们的宜兰的大同乡的乐水部落，那我们就是来体验这里的泰雅文化。因为他们原本是住在平地，那因为外国人的入侵，加上一些汉人去山下开垦，所以他们渐渐地往山中里面移动。这个活动的话已经没有再打猎了，那现在就是以体验的方式让大家学习如何射箭，就是学习泰雅人之前是如何猎山猪的。